东森提问，市长怎么看淮南市场事件后您的声量攀升，获得许多国民党人员的赞声支持，外界也认为同时能够让国民党边缘化，怎么看民进党秘书长林锡耀说民进党没有杨网军？民进党有没有杨网军？我觉得林锡耀秘书长应当去请教赖清德，他会以一个受害人的身份跟你详细说明。